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汉服博主，主要从事汉服文化推广。我的生日就是端午，并且出生在楚国重要的活动区域河南南阳。小时候觉得这个节日就是我的生日，大家都会放假。后面慢慢上学了，学的知识多了，才知道这是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。所以呢，我给自己取了一个与屈子同音不同字的表字颖君，也是想为了这份缘分表达敬意。我是舞者大珠，我将用舞蹈的形式表现我心目中的屈原。我把荷叶制成扇子，把芙蓉集成夏蝉，高高的帽子耸在头顶，长长的佩戴束在身上。我是屈原。
妈，母女平安，是个女儿。今天是端阳节，就叫张端阳。我是端午节那个时候出生的嘛，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跟端午节之间一个特别的缘分。而且刚好2000年那个时候，《勇气》这首歌是特别火的，我也是听着《勇气》长大的。听着这些歌呢，我自然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。参加南部大会，去跳舞。摩托骑久了，还跳得动吗？不小心，下来，比试比试。阿图，你准备考哪所大学？草原之外哪里都行。那你呢？
这里就是我的家。哎，小姚，你这别嘚瑟过头了，还抱着孩子呢。老张，我都不想说你，瞧你那埋汰样，这叫早教懂不懂？对不对，端午？孩子叫啥名？端午节出生的，叫端午怎么了？真应了父亲当年的话吧，我现在留学韩国，学的就是实用音乐，平常就是用手机拍摄自媒体短视频。我小的时候过生日，正因为赶上端午节，妈妈都会给我做蜜枣粽子，这都是咱中国人的老传统。直到后来外出求学，又到了国外，才更觉得咱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厚。所以我现在就在韩国，用中国人的视角，用新媒体的方式，向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推广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。Nice to meet you. I am Li Jing from Hedawei Planning Company. My company have to find a special gift to Mr. James. 李老师，您说英文真棒。我们一句也没听明白。你们都是詹姆斯的朋友啊？是的，我们都是哥们。对头，我们是兄弟伙。我们是瓷器。马上就端午节了，你们可以送一个呀跟端午节有关系的礼物。端午节是怎么回事知道吧？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，那不就行了吗？你们可以送屈原。没听说过屈原？您没听说过呀？您是中国人吗？屈原我听说过，我没听说过端午节送屈原的。送粽子呀？我不送粽子，我送粽盒。我想送脚鼠。一样啊，您说那脚鼠啊，粽盒，这都是粽子的别称，咱们亲手给它包一下，这样显得这个粽子多有情感呢。好啊，那咱们就包粽子。中了中了，走，赶紧干活去。包粽子得有原材料，你们都准备了吗？粽叶、竹筒，带着绳。哎，开包了，开包了！哎，别忙，别忙，没有米呀、啊。包粽子没有米怎么包啊？要不咱改良改良？这怎么改良啊？五财神，帮财神，健康长寿又开心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典故，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古人叫商鞅，那这五彩绳啊，绑了个脖子、手啊。这个脚啊，还有五匹马，拿这绳啊往不同的方向去拉，这么一拉呀，就刺啦！哎，别刺拉了啊！您这不是送礼，那是这是上刑啊！这五彩绳嘛，绿、白、红、蓝、黄，也分别代表了五行，也蕴含了五方的神力。我也可以改造哦。你怎么改造啊？改成龙舟。没听说过。龙舟你都没听说过？您是中国人吗？又来了他这么一个小竹筒子能做成龙舟吗？这么着吧，不是没有米吗？我还有个办法啊，咱们改送点其他的东西。端午送礼啊，就送。哎，我附近有个朋友啊，对对对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帮我们买点米不都好了吗？是这样啊，我们包粽子忘记买米了。包粽子没打米啊，那脑子瓦特了。包粽子不打米，身体壳子不打米，脑子。哎，你这朋友是碎嘴子是吧？没马米，没鞋子马了吧？馅儿也没买。包粽子放马鞋子，那脑子瓦特了。别念叨了啊，你就买点什么的，豆沙呀，红枣啊，行吗？行了，跟哪能可以啊？要吃火腿。哎，别忘了，咸的不好吃。哎呀，三林港啊，那脑子瓦特了。我说。就像起口子不搭配，合着您就这一套词熟是吧？那粽子咋能吃咸的呀？粽子都是甜的。对头，竹筒粽子，咱北塘
嘴巴塞。你看这二位就不懂了，这个粽子有咸的也有甜的。刚才这朋友我听口音是上海人，上海人就讲究吃咸粽子。Sorry， 哎呦，我把这账给你。刚才电话里是您呐，您瞧这四位怎么凑的？哪能啊？我上海话是不是讲了老标准？太标准了。哎，是不是等我解释我一眼看不出我是外国人？还是能看出您是外国人的啊！你呀，别跟着跳蚤似的，一蹦一蹦的。你坐下说，坐下吧。那咱也，这位朋友说要带这个原材料来，这个江米跟馅儿都带来了吗？打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个是艾草，去到比亚了。这个是铁木刀用的脊柱，也好去到比亚了。用黄酒吃一口，也好去到鼻牙了。经历了什么呀？啊，怎么老得驱邪避毒啊？这样你就不懂啊。谷雨节气之后，这个气温上升，雨水变多，空气比较湿润，五毒性来都什么呀？蜈蚣、蝎子，这个蝎虎、壁虎、癞蛤蟆，就那个蟾蜍嘛，还有这个蛇、刮海草、铁五毒和雄黄酒。提了雄黄酒啊，我想到了一个典故。停，我不想再听你说典故了啊。这个故事我也晓得，有一叫千年的白蛇，他变成了一个人叫白素贞，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他喝了雄黄酒，就现出了原形。对，变成一条大长虫。哎，最后啊他就有了个习俗啊，变成大长虫。没听说过哎，大长虫你都没听说过？您是中国人吗？哦，哎，所以我来到中国噶许多年数，我到现在才晓得，等绿灯就是等红灯。哦，生鱼片是死鱼片，快叫虎是花米虎。哦，冰柜长得像个箱子，这个冰箱长得像个柜子，这个酒店是用来睡觉的，夜店是用来喝酒的。一为十是对的，二为十也是对的。数二是还是对的啊，你们说的都是对的，但是呢我们跑题了，各位啊，咱们得一起包饺子。停，这也停啊，包饺子干什么呀？包粽子呀。我听那个电视老这么说嘛。哎，真的不行，端午还是得包粽子。赶紧吧，看白素贞，娃才6岁，她懂个啥？你懂啥？现在不是说了吗？天赋要从小培养。看咱端阳，那出生的时候嗓子多亮，一个村都能听得见。将来上舞台，肯定是个角儿。我是生在端阳节，取名叫端阳，从小就看着戏里的人物，听着唱腔长大。小时候经常看像京剧的《四郎探母》《挑花车》《八大锤》什么《定军山》《白蛇传》。也许是天命如此，我还真就成了一名戏曲演员，演绎了好多戏曲中的人物，才深刻地领悟了什么叫做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。戏曲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千年的一首瑰宝，就像我的名字承载了传统节日的记忆，我也要把这份瑰宝传承下去。许仙，你可知错？何错之有？天生万物各从其类，因果循环皆有定数，神妖殊途，怎可结缘？我已遵从本心，做出选择，无论是非曲直，只愿此生无憾。昏昧，当真相暴露之时，就是你痛苦的开始。Thank you.
抗战胜利了，小日本打跑了，晚上啊我再多喝两杯。孩子出生都两个多月了，就你犟，说什么不打走小日本就不给娃取名字。那是当然，咱娃是福星，一出世就把那小鬼子给吓跑了。瞧把你弄的。咱娃是端午节出生的，就叫冯端午。我从小就在白岩店边长大，我父亲画画画，从小我就跟着父亲学画画，绘画这门手艺伴随了我一辈子。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，就是让我记住那段历史，记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好了。天天黄沙拍素材，这他娘的还不如不吃呢。黄沙掺素子不会饿肚子。赵阿奎，今天啥日子？回将军，今天是建中十四年五月初五，端午节。我们身后是什么？家。家后是什么？国。家能丢吗？不能。国能丢吗？不能。敬家国长安。战。
可好了，我和阿姨都饿了。香儿莫闹。好了好了，来，香儿夫妻。白锁粽子，太好吃了。段阳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是没怎么过啊。今天还是端午节，有庆祝活动呢，赛龙舟。我在等我的爸爸妈妈，去年端午他们都从外地打工回来看我了。段阳，段阳，快看！这就是我的故事。我出生在黄冈溪水的一个小山村，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直到上了初中学了诗，才知道我的名字和这个节日的意义。每年端午节，父母都会专程从外地回来给我过生日，那一刻的惊喜让我至今难忘，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节日。端午节既是我的生日，也是丰收的季节。风来的夏天，那空气里浸润的是收获的味道。手走过每座山，你的笑藏着最温柔的晴朗，风来的夏天，有光照映着我的脸。想说的话就写在纸鸢，一个明亮的晚上带我们去远方，每一刻相遇或离散，我们将永远都无憾，用天真一路吟唱，唱每个人的心愿都是满怀美好的明天，所有的爱就会长存我们的身边，掌心底做的梦，你的渴望能够被听见，在每次醒来都有风一遍遍吹往夏天。想说的话
封存我们的身边，掌心里做的梦，你的渴望能够被听见，在每次醒来都拥抱一遍遍，追望夏天。新时光又让而曾经的期望又风吹过像留恋的剧场，我们会再见，手牵手走过每座山。想说的话就写在纸边，一个明亮的晚上带我们去远方，每一刻相遇或离散，我们将永远都无憾，用天真一路吟唱，唱每个人的心愿都是那块美好的明天，所有的爱就会长存这里是少林寺，我是少林散包，能是 I'm Jerry, just started to learn magic. I come here, follow my broom. 这叫功夫。A broom can do this.
I can't control it. 也许你需要点时间。处处见功夫，人人是高手。This is